接下来呢，他们为我们带来第一首舞，是中国少数民族彝族的舞蹈《云贵高原》。传说在哪里？在火塘边故事里。火塘边故事在哪里？在阿爸的歌声里。阿爸的歌声在哪里？在天上的云朵里。天上的云朵在哪里？在阿妈的那染里。啊，里塞拉塞，阿妈的那染里。阿妈的那染在哪里？在姑娘的裙摆里。姑娘的裙时光里，幸福的时光在哪里？在高原的传说里。啊，你碎了碎高原的传说里。表演献给大家。那么首先要邀请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们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席地而坐，让我们后面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台上的表演。